消防员到场时，器材准备将电梯门撑开，只见一名妇人被受困在内，已经一个小时，事态紧急。你要撑到里面那个地方去。原本打算等电梯公司人员到场处理，但就怕妇人发生意外，消防员利用破坏器将人救出。受困妇人还一脸心有余悸，万万没想到搭乘捷运站外电梯竟会发生受困意外。之前有一次它停掉了，很快就排除掉了。新北捷运环状线幸福站六号电梯突然故障，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，这回再度发生电梯卡住事件，所幸妇人只受惊吓，没有受伤。尝试按压紧急按钮，向管理人员来做求救，或者是向消防队来做求援，但不要自行打开电梯门扉。电梯故障意外时有所闻，消防局也提醒民众应先冷静面对，对外求助自保。而负责养护的公务局也表示，将把电梯内线路进行分析比对，厘清故障原因。谢叶林、张贝兹采访报道。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三十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